周里面，等一下要看抢修。这里是一进场的一个楼梯，拍立得，拍完照了。那这边还有一些天色的规则，就是等坐在这里拍照，试吃东西，买好咖啡，然后继续看秀。就这样吧，要往下走，现在要进场。他鞋子超好看，然后就跟他聊着起来，结果他约我明天要不要一起来看，就是我不知道明天要不要来，所以就没有答应他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陶德的艺术学院，这里超美。我现在其实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只是每次乱走都会发现新大陆，所以我很喜欢乱走。看、okay!。